的场景，我个人是最喜欢那个悍马车在中间的，我还有四个 dancer 老师们一起跳的那里，那一个是我现在目前最有印象深、最印象深刻的，因为真的太漂亮了。今天一整天下来，应该是说很幸福吧？对啊，因为其实这三年就是我筹备了蛮久，然后就是。也遇到了很多我很重要的朋友们，然后给我很多自信跟肯定，所以这让我有一种在这个 MV 中有释放出来的感觉。对，就是比较不害怕镜头，或者是不害怕自己的样子。所以这个 MV 整个这样下来，我非常的满意，因为现在这个是我觉得目前是最像我自己，也是一个新的开始的感觉，对，所以希望大家会喜欢。杀青喽！耶，辛苦了！大家都辛苦。MV 出来哟！这一次的 MV 我真的超喜欢，而且我真的很不一样，不一样的安娜，所以出来了，赶快去看。